蔡小杰要挑战3米，啊，对一个女生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恐惧的高度。你跟叶福一样要讲一句话哦，盛大哥我爱你，然后往下跳。蔡小杰，火车不等人，下一。恭喜你们完成今天的任务，那圣主大哥交付我的使命，哦，你们完成了，耶！交接仪式还是要讲这个，哎，不过300块，300块为了300，哦，300块跟3张车票，钱没有不见了，车票也在，车票嘞，这个没事掉没事，但是也是得之不易，上次也是付出生命，那就放来要这个尾啊，哎，这来记一下记一下，来来记一下。教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个一切的一切的因果，我们回去再跟盛大哥。OK OK， 这个他介绍我们你这个好朋友，是的，真的，这个朋友我们真的交定了。你要来到花莲，我们都要找你们。来花莲可以找你啦。OK OK， 好不好？要赶火车。OK， 我们要加紧一下这个路程，这个路下去可能下坡可能没有上。哦，下去比较快，下去比较慢。对，那我们快点走走走。OK， 我们走哪一哪？走好走的路啊，走好走的路。之前我的确很忙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有些事情要尝试过后，即使就这么一。那也辛苦这个燕君跟小杰，他们一下子呢要倒着跳水，一下子呢要从3米5米好的高空跳下来，这是一个勇气的考验。这一次呢，因为那个诸多不便，好，所以呢只能在旁边加油打气啊，非常的过意不去。下次一定要自己来。